Cornelius! Ma Cornelius! Ma Cornelius! Puta!你是干嘛去了，太太？啊！哎呀，您不用亲自去迎，大小姐马上就会到家的。我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大白天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回屋去吧，啊！走，咱们回屋去。走走走，走吧。 Thank you.
要我露出这身真功，可今天已经走运了，我买的这把女中王畜生来开开荤。我们大日本武士面前，你们任何反抗都是徒劳，乖乖的跟我们走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。跟你们走去哪儿？别问那么多，去了你们就知道了。我要是不去呢？玉锁，爸，这边，哎，爸，小鬼子追来了，快，跟我来。
今天晚上就在我家将就一宿吧，天亮再走。大叔，我们给您添麻烦了。这还用说？添大麻烦了。大叔，对不起。算了，进屋吧。 Thank you.
间谍，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武功。不过什么？小心！ 没柴烧，咱们也回去吧。是。
找的。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。杀你？不，我留着你还有大礼。乖乖的跟我们走。走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对不对？谁说的？不怕死，我可怕死了。那好，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你必须把那几个人给我交出来。哪几个人？你别给我装糊涂。哪几个人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，谁叫我这个人心肠软呢？看在咱们同是女人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。三分钟。这是决定你生与死的三分钟，希望你能珍惜，别为了一念之差葬送了你自己的性命。李大哥，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。好。钟先生，您说我妈妈能被救出来吗？能，一定。和特使先生，此人名叫方希涵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那只雄鹰联络的唯一线人。顺藤摸瓜，一定要抓住那只雄鹰。那只雄鹰对我的威胁太大，侦破中共地下党是你们的事，我不感兴趣。我要的是今天天皇陛下的传国玉玺。传国玉玺，我想知道。你们想怎么利用这个女人拿到传国玉玺？特使先生，要消灭中共的地下党，要想得到传国玉玺难如登天。只有消灭了中共地下党组织，才能确保传国玉玺的安全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女人交给你们，一定要撬开她的嘴。Thank you.
方希涵，方小姐，你就不要在这儿装模作样了。方希涵，谁是方希涵啊？我不认识方希涵，你认错人了。认错人？不会吧？你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的交通员，专门担任与打入我们内部的雄鹰干线联络人。我说的这些，没错吧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。那好，你把你手里的这个小包交给我。这么个小破包，你要它做什么呀？少废话，让你交你就交。既然你那么想要，那我就给你好了。谅你也不敢不交。真没想到，你还真有两下子！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！想起来了，新锁王。对，你爷爷我叫雷玉锁。我管你叫什么锁，你是自己乖乖的举手投降呢，还是要我把你剁成肉泥？投降？你告诉我这两字怎么写？年轻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跟你这个妖女有什么好讲实务的？动手吧。啊！妈，怎么样？屋里没有人？没有人？只有一锅刚做熟的饭还温乎着呢。坏了，
他们两个人肯定去红谷道场找金女子拼命去了。那怎么办？事不宜迟，咱们快去。
侠就是锁侠，您的侠肝义胆着实令我钦佩。废话少说吧，婷婷呢？你以为我傻吗？你以为我会把她带到这儿来吗？那咱们怎么交易？我总得知道她人在哪儿吧？这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齐如燕，你真是个无耻的女人。你随便骂我什么都行，但是你必须按我的吩咐做一件事，否则的话，罗婷婷就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她。什么事儿？说说看。砍掉自己的一条手臂。什么？砍掉自己的一条手臂？难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没得选择。怎么，胆怯了？你锁侠可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。哦，答应你。要你的右手，可以了吗？很好。可惜你没刀，能借你的刀用一下吗？这不是问题。别怪我不客气。
想不到，咱们是一见钟情。